现在在这个咖啡厅喝咖啡，那对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游轮跟雪梨大桥，当然是歌剧院的，所以这个地点喝咖啡是特别有情调。但是就没有情人啊，情人在哪里？快点告诉我吧，快点飘过来吧。我们在歌剧院前面发现了这个野生画家了，哦，你看他画这个雪梨桥的这个风景，哦，画这么长，人还在画，哦，这个壮观的，他就坐在这里，那就会有人给他一些这个 donate，哦，你看这么长的画，所以这也是艺术表演。现在我们在这个 ferry 船上啊，经过了歌剧院啊，那当然也是经过了这个雪梨大桥，那歌剧院就是这么近，在坐船啊。那这费用大概是2块钱啊，礼拜天才2块钱的船费啊，来回。那我们现在坐在船上啊。这一路上的风景是挺美丽的，这就是雪梨的风景。来，我们快要到白色 building 的地方，叫做 Mania。那经过了一个出海口，啊，这个出海口让风浪更大了，因为外面就是外海。那我们现在在船上，这里是雪梨著名的海滩 ，Mania Beach 是最有名。除了这个蹦台 beach 以外，这是最有名的第二个有名的海滩。那现在人山人海，大家当然这里有点阴影，但是今天天气算是很好的，因为今天现在是春天了。哦，你看海后这么多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准备走到正前方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去。那我们刚刚是坐渡轮过来的。所以澳洲还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啊，当然有人在晒太阳，也有人在游客来这边游玩，所以这个海滩是算很美很美啦。现在有一个美女经过，虽然胖了一点也是美女啊。那这个是 Mania Beach 的海滩，很漂亮的海滩。